OK，来，我们看，他跟你讲 cash x 是这个，然后同时他跟你讲 cash x 等于九，还要你找 x，其实这种很简单的，OK，你只要照写就可以了。比如说 x 等于 modulus x 减一，OK，然后我们懂 cash x 等于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，therefore 你顺便也写埋这个了，OK，然后减一等于九，所以到后面 therefore x 减一等于九。或者是 x 减一等于 negative 九，因为这个 modulus 的关系，所以它才会变成有一个 positive 一个 negative 的。OK，所以 therefore x 等于十，同时我们也懂 x 等于减八，所以你的答案就这样找出来了，简单吗？